这个石头可以让你平躺，脖子很舒服。任君挑选啊，看你要哪一颗石头啊。这里的温泉很咕溜咕溜哦，好滑好滑哦，粉嫩粉嫩，泡完就粉嫩粉嫩。泡完居然是滑的，先去泡那个大石头。这个就是大石头啊。
但都是蓝色的，是小石头，这边的水就很烫。还有水坝，这个大石头要怎么泡嘞？水不是很烫。这里的温泉很像沙拉油，好滑哦，滑嫩滑嫩。现在中午比较少人，而且又是平常日。这个更深哦，进来看看。这要怎么进来？爬上去吗？这个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上不去，去换小的。这一次很烫，44度，44度泡完会流汗。秋之泽温泉真的是很棒，很棒，超级棒，好滑，好滑，超级滑。但是你要进来这边，你要买太平山的门票，才能进来到这边。很多宜兰人都会来，好滑，好滑。以前这边叫修水啊，日本时代叫烧水。真的是太厉害，太强大了！推荐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哦！泡不了那么久，太烫了，泡完身体都麻麻的。这里有很多个入口。这个可以踏啦，大石头有重背让你踏。踏进去就很会泡在里面。冷水池啊，哇、哦哦，山泉水14度哦。有够冰的啦，哦，14度啦。
冷水可以泡，泡一下。受不了，光泡脚都受不了。哦，太好喝了。满出来嘞！任君挑选，看你要哪一颗。哈哈，哦，这里是鸠之泽温泉，这里的水是蓝色的，所以也有蓝湖温泉之称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哦。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泡温泉哦。